火星在吗？火星，火星在吗？火星不在吗？绕跑，没关系。火星在哪里？火星在哪里？火星来了，好了，火星来了。让我们欢迎那个掌声欢迎四分位的加手火星火星，四分位明天晚上八点表演，跟你们自己的说法，跟地方自己的说法，那个明天四分位的表演，我指错了，四分位的表演在七点，在七点，在831旅社歌词的前面。各位，等我郑重的跟各位介绍四分位的吉他手郑东升。请各位记住他的名字。郑东升，这名字将会是台湾摇滚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名字。郑东升，如果眼尖的各位，相信也注意到了，我们的鼓手也换了。又换回我们的先发投手，先发投手李思伟阿古，各位可能会觉得，犯规啊！为什么投手换下来还可以换上去？犯规啊！笨蛋！因为我们打的不是棒球赛，是垒球赛。各位，为各位介绍我的幸运包。这个幸运包是在台北龙山寺求的。各位如果不知道要求什么神，可以去台北龙山寺求万华龙山寺，因为它里面像就像拜佛百货一样，什么神都有。向左的甜蜜的双黄瓜。
Thank you.
深深的引导的 T-shirt。